然后后边还能出个大引刀破破被动什么的。这道理，他要是第一波把这个孙被动破了，第一时间孙也清不了这幻想。好的，标三。啊，纠正一下这个字。啊，来了，大雪球魂来了。来了。女王一级雪碧给队友开了个视野，直接滚上来打一套。波波卡这边有大药，滚走了。冰魂的 buff。第一时间好像没给。他没有加到吧？点歪了吗？回来留人。后面海明游过去，但是海明现在中路露线啊，马上没有太多担心的。这一滚。还没野一滚，哎，两炮，还有一炮，三炮哇！这边是三炮全中啊，虽然是一级炮，但我会也真的在这儿了。哎，这样一个碎片封住这个位置，如果海明不往回走的话，就只能压到这一炮，漂亮。土猫刚刚是上去了一波，嗯，那土猫一走，中路影魔就没了呀。对，现在。不知道他会不会针对这个更一下，因为海明他现在冰片刚好能把中路封死，就放好了那个冰片。哎，这边影魔回头两炮反杀一个之后，自己也是阵亡。主要有五个魔棒，但是布林克在 CD， 要不哎打了个尖叫，回头再换掉一个土魔，两个人都死。这话中路是二换二。哇，这个车位直接蹦过来。一脚踢晕，三炮还好，就是女王是满血，稍微残一点就死了。是的，中路好凶，你来我往，然后猴子法语特别的好，没人管。滚的时候给到沉默，但是没滚到，一炮两炮还是蹦出来了，嗯、伤害不够。他那个时间来不及去压三炮了，所以黏住冰魂单杀。可以，这一波是发条到六级波，对他应该是勾过的，勾过了，没怎么发育，直接在塔下一张 TP 过来，海绵下来了，但是没能救到队友，嗯，两发敌对，而且自己也有点危险，再来一张 TP， 斯文都打过来了，大球直接踢，好像能打断啊，还可以，斯文是开大 TP 过来的。看女王跳离到了身后，这里虽然土猫一脚踢踢了两个，但是影魔还是被冻住了。中路太凶了，这波兽王也来了。是的，兽王不过也是过来就打了。哎，这滚没滚到，应该能再这边接脚接脚踢。哎，斯文来了，但斯文这边被沉默了。刚才土猫这一脚沉默，看就是个老手。对，波波卡，两边大哥都还挺顺的，这边发条一勾找到冰魂，那这个没办法的，只能死了。临死前把技能甩出来，女王过来，把这个节奏非常不错的发条能不能收掉？这边冰魂的大招 buff 已经没了，杀不了，往前追了一下，虽然有危险，这波影魔支援加上土猫的一个滚，放大直接反杀了斯文。急需就是 Eclipse 这边急需一波优势，打一波先手，兽王这大招，哎，一炮找机会放啊，两炮，哎，又有降落被收单的话，这波又打不了了，八条没勾到，对，勾空了，没节奏。现在 Eclipse 这边是全等这个斯文的跳刀呢，好像，哎，又晚了一点点，打不起了。在跳跳，在上路兽王队友还没等来找你就已经被动了，个大交了，自己先死了，还能打吗？好像还是有，雾被破了，哎呦被发现了，可是两个幻象崩了，这波猴子有闪失好像，所以直接开大，但是自己直接被猴子给打死了。一波感觉崩盘，对，我是真觉得斯文
这个版本真的不厉害。这波主要问题出在还没等队友到兽王身边的时候，兽王先被动手死了，就崩了。IG 的几个人是开着战鼓往上追，要被留了这兽王，没办法。这队友不来单杀了，这里还看到一个女王。这边土猫第一时间看到女王之后，直接过来先手女王一炮，他一点伤害，再续一下，哟，伤害没够。这个真的是土猫眼疾手快，因为那个被框住的兽王是必死的，几乎就剩下那一个 X 炮没有压出来，因为应该是 CD 吧，刚没注意。这个时间的猴子现在有点为所欲为了，只有一个思维能制裁他。真的，对的。这大球是被做 DKB 太做不出来，做吹风的话也稍微晚了一点。猴子是走远了，但没关系，队友也赶过来了，还是收掉了海明。刚猴子是不是觉得他滚的是自己啊？你走远了，我起的，我总感觉时机不太对。这里想到了一个发条，但是神域第一时间大招给到了发条，继续卡。这边发条吃了很多伤害，野魔 BKB 现在摇了个大，但这边发条没有死，奶回来了呀！这输出怎么这么低呀、啊？冰魂大也砸了，然后那个神域在一直给这个奶，应该是。而且他一直在这个发条的啊，发条有大勋章是挺肉的，真的输出不够。一套经常打完了之后，发现还有大半血，打不了，直接被破一个。就是他们现在死问先手，不管先手谁，神域救一下。哦，想要去抓人的话，有个神又能救，自己又穷，节奏也不好。我感觉兽王打猴子，勾勾兵。这边上来激活影魔，影魔直接被神域大招救下来 ，BKB 一开，两边互换了一个技能，互换了一个 BKB， 但这边猴子直接冲过来，包地了，女王一个大招大三个。猴子，但这里猴子龙心无敌啊！对啊，龙心无敌啊！这猴子现在就是直接贴脸打的。他吃了一堆技能都死了，这边中路命令司令打不了普攻，直接被 死机器。这一局也是恭喜 IG， 可以说对不是很艰难啊，挺顺的，26分钟直接就把 EKX 带走了。这阵容就十分钟之前我就感觉后面再刷下去就是垃圾时间，因为 IG 感觉这局都不需要